各位同心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闭幕式哈。这节课由我们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来演讲，请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就感谢大家，老了呀，拢是足优秀的学生。我哪会安尼讲？上尾节啊，大家若要上到，甲上好玩嘛。当然有诶，其他诶所在因为较远啦，因也有节目伫咧啦，吼、哦，因下暗也有节目伫咧，所以我无未使怪因啦，因要赶去参加节目啦。所以。我足感谢大家，佮留落来听上尾节这个课。那有听过以前咱有上过课，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有真多人，咱是第一次见面。第一次见面啊，一般的起码的少年人啊，拢较未了解讲啊，这位讲师伊的背景是啥物？伊研究啥物？啊，哪会徛伫遮咧甲人讲？这些事情应该大家少年人，所以我若要保护少年人，你起码手机拿出来，你就上网，吼、哦！咱的课表摕出来，咱的课表你摕出来啊，吼、哦！张文彦嘛，吼、哦！你再加两字就好，加教授啦，张文彦教授，你就会看到我的简单的迄个资料。我是咧创啥？当然，我是伫早期伫国立学校，然后佫出国去，拄啊。拼咧选举都啊，倒来投票。投票了后，有一个机会，南部一个私立大学，甲邀请倒来，因为伊迄个时阵大学拢咧评鉴。伊需要有专业的，阁有学者的身份，所以邀请我回来。我是安尼才回来。早期的心态是安怎？我有法甲大家讲。一般若伫台湾过了也袂歹。拢也是讲啊，台湾实在无什么希望啊啦，因为流氓政府乌白甲你做啊，所以大部分的人拢带囡仔要找较好的所在要住落啊，我也无例外。我不是说做台独呢，所谓台独的解释就是说自己留在台湾，把家庭拿去国外去，那有的叫做台独啦。我不是，我是整个家庭都过去，我不爱说孩子跟自己
爸母分开，因为迄个时阵啊，几乎员工生活上各方面拢还不错的，拢是考量整个家庭都余积在较好过的所在，因为条件比台湾较好的所在，你找人拢啊安尼。啊，我也无例外，迄阵啊也是安尼。当然，我早期我都有这个啊，家己都有这个心态啊。人要死啊，那爱留一个命。这早期细汉的时候，因为好死的咧老婆呀嘛，啊人死哪要留命？啊，我迄阵要出国去，我迄阵个一个心态讲，我要到台湾留什么？我要出国去带阮查某囝，伊拄啊东门小学毕业，台北市。东门小学毕业，我带去延平，迄个重庆南路，我去册局甲报，带阮查某囝，因为上大个啦，啊，另外查甫个，啊，迄个我想讲啊，查甫个外囡仔因为较大个，拢带大个。也可能跟他們小弟講，所以只帶大的說，來，我們來重慶南路，我跟他說，你去看，你老爸的著作有在那裡賣呢，那你看有嗎？你看有嗎？我給他看，跟他報，這個目標是在哪裡？我主要在跟他說，咱要离开台湾，啊，阿爸啊，若阁转来，咱对台湾有啥物贡献？我迄阵个想讲，学者写几本啊册，放伫图书馆啊。迄阵啊，就是这个心态，有写几本啊册去甲报，伫迄延平啊。重庆南路遐册局甲报，恁阿爸写诶册伫遐，阁报迄间迄边甲报，拢有伫遐咧卖啦。所以，因为大家拢有这个福气，拢有这个心，要来改变台湾。咱迄阵啊，伫国外。啊，边下咧算，咱确实倒来投票啊。希望那是本土台湾人要来执政，这就是新的，甲大家讲开场白啊，予大家知影我的背景，啊，甲咱迄阵啊的情形。啊，当然，大家已经踏入，咱这是革命团体了。哦，革命团体，大家免惊啦，因为我那安尼要讲，因为咱的主张，咱回忆一下，咱的主张是啥物？和平转移嘛，不用。武力暴力把流亡政府请走嘛，因为他们还有金门马祖，美国又跟中共规划好了一个平台要给他们，对他们来讲没有说无可退路，他们有他们的退路，事实上都摆好了。
啊，咱来的目的，咱来的目的，就是咱的宗旨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咱的宗旨是啥物，咱的宗旨是啥物啊？我要甲大家讲，咱的宗旨啦，就是为百姓设想。咱来这现在的上课的目的，大家要有这个认识。咱在这是要创什么？你若无想讲要为啊百姓来设想的时啊，啊个国民党政府同款，安尼也使换。啊，免换嘛！啊，才换政府，无必要换政府。讲者较歹听的，柯P哪会要出来选？柯P七点拼到暗时十一点呢，大家唔知知无？大家都爱有这个觉悟，因为我乃安尼提出来，甲大家讲：你若要做行政人员啊，你若无安尼咧拼，对不起啊！一寡那敢讲，咱个叫做本土台湾人遐。早期过身的为台湾打拼这些动心啦，真正对不起，所以我得爱给大家说清楚，咱来这拢有任务伫咧，因为咱有这个任务，愿意奉献。愿意为百姓设想，那是这个目的，就是要为咱未来的子子孙孙在台湾要过得较辉好过。这就是咱足早，就是这个宗旨，两年多前咱就定这个宗旨啊。科批啊，变安较慢啊！大家来看科批，伊安怎？当然，这伊个好人啊，人足重要，就是要看这张啦。伊安怎讲？安尼，你大家有体会到？你要执政的时，一定爱甲科批的心态，人家讲啊，写一个春联的，伊去写这句出来，所以这句啊，甲咱这有啥物无同款？啊，是毋是咱比科批啊较早？咱的观念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真正。天佑台湾！你那无科批啊，这个观念出来啊，啊，真正咱要去杀这个代志，也可较歹杀。啊，科批都伊起码，伊都安尼出来啊，七点呢，七点出门啦，啊，到十一点可能才入门啦。早期哦，官愈做愈大呀，上班愈晚到，啊，阁安怎？阁愈早走。迄较早流氓政府的管理啊，那囝准学校讲八点开始啦，啊，当然工友八点就爱来啊咧。
啊，搁娶落咧，做主管的啊，啊八点半才到，类似学校，我所知啊，啊有的校长啊，啊九点才到，一级一级，愈慢就到。啊，你看，科比这个观念。伊讲七点半就要来开会啊呢，迄有诶讲我公务人员，我八点上班啊，你七点半要来开会，啊安尼上好，你都无要为百姓奉献嘛，安尼你家己失职啊。安尼。啊！伊要去就职的时啊，郝龙斌甲讲：“哎、欸，啊，你要去就职，才带伊的一个秘书过去呢。其他拢是啥海鲜？什么样叫做海鲜？大家投履历嘛。”伊即马讲欠一个局长，啊，大家投履历，啊来选，啊选一个，啊当然又按照伊的规定，啊伊你认为做会到，你就去做。我无即个讲公务人员，我的。你甲派任，也是讲即马叫伊做处长，一任就三年。即马这个制度啊，那是科批啊。我看，伫议会咧审查的时啊，伊就伫遐甲伊个迄个总经理啊。高诶咧，怎这样咧？总经理啊，讲你呐，家己无得决定啊，各种安尼诶方法啦、啊，我都甲你换掉。啊，因总经理伊呐，有讲诶，你应该有一个任期啊，那唔敢讲啊，我甲你换掉，甲你换掉。警察局长呐，同款，那照讲伊呐有任期啊。伊讲警察局长，伊那伫现场甲讲，你那管了无好，我就甲你换掉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要甲大家讲，这个观念甲咱同款。因为我那要国公规加，予大家知。因为咱有来咱上岸的迄本，摕来看。来这本，大家拢一本嘛，对吧？哦，有诶无摕到吼，应该大家拢有啦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还没发到吼、哦。因为我那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，这就是咱诶做啊基本法案啦，拢伫遮。是安那要甲大家讲，咱伫遐啦，迄阵啊咧讨论遮个法案的时啊，咱有很多议员啊甲参议员，众议院提出来这些法案，再经过啊参议院，众议院通过送到。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就通过，那也不是单一法、单一议会，我分两个啦。单一议会啊，像咱立法委员同款，现在国会同款，单一议会。内底啊讲好啊，拢啊通过；啊，若无通过，拢。
认为迄个党派因素，好在实际上，咱现在单一国会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讲，实际上拢考虑到因的利益啦。立法院的遐立法委员的后壁财团背景的利益啦，无考虑到人民啦。所以咱用两个啊，迄、那个国会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咱遐任用迄、那个连迄、那个任用的期限内底啊，当时候迄、那个众议院的议员一直强调说爱有任期啦，惊处长一任爱几年，一任爱几年，爱记载在咱的法案里面啊，送到参议院来，参议院拢甲否决啦。你若有几年拢几年的时阵，就换甲流氓政府同款啊！你即马派林彪啊！我即马坐即位啊，法律都定安尼啊，现我做三年啦，啊，毋则会使甲换掉，安尼就废去啊呐！啊，你所做的是毋是为人民的设想？啊，那毋是安尼，啊，佫等三年才法度甲换，歹势吼！台湾民政府无安尼啦，台湾民政府就是讲，你有投入无？啊，你有确实咧做啊无？啊，你若无咧做，啊，就甲你换掉。所以，咱啊动心，你后过去班上了，参加迄个叫做啊圣公训练啊，等招啊过五关以后，你爱要选你的迄、那个诶职位时啊，你爱家己做。咱无讲啊，用你希望你要做什么职务，你就去做什么职务啦。啊，你会使互你去做，但是你就爱讲你有投入也无，啊，是毋是确实伫咧为人民设想？啊，若是咧做遮个为人民的代志的话，啊，迄就互你搁直直做落。啊，若毋是啊，啊，你就干那要占迄个位，无啦，啊，无这个期限的吼。有的做几个月就讲换人啊。哦，啊你啊，所以大家都爱注意讲你家己啊的性质、你的专业、你的各方面的条件是不是符合，拢爱家己斟酌一下吼，家己的条件吼啊来算，哦你较属于什么部门？哦啊，这也是讲好。啊，大概哈、哦，让前言呢、啊、讲了也这么靠遐范围哈、哦，咱最重要，咱的宗旨啦，啊，咱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，安尼唔叫把流亡政府请走，安尼咱以后子孙靠好过，啊无啊再换。啊，即马就是要来学习啦，刷来要来学习讲，咱三天内底啦，所读的，啊，大家唔知有了解无？啊，唔知大家清楚无？好、哦，啊，要过来学习一摆。啊，当然我就是。所准备的这些按照这些
这个 PowerPoint 啊，啊来解说啦。啊，当然有诶，有较高级班诶，有小啊啊相同，但是我若要甲大家讲，咱也搁复习一摆，吼、哦、啊，知影你个搁了解一下。好、哦，因为咱要所准备的这些 PowerPoint 啊，甲咱台湾未来的关系足重要。啊，咱话大家拢爱知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今麦来看这个罗素啦，这个是美国助理。啊，国务卿吼、哦，就是咧管亚太的，亚太伊咧管。啊，名叫做罗氏。咱要了解讲是安怎，在迄个时间点，他发表这个谈话。四月七五，顶年的四月七五，发表。三月有什么大代志？大家思考看卖。顶年三月有什么大代志？太阳花事件吼，太阳花事件50万人行出来呢，世界各国、较先进国家拢响应，美国也听到。伊安尼美国惊着，以我的解读啊，你即马无肯讲出来，到时啊，这太阳花讲，咱来公投来决定我们台湾的迄个叫做主权来决定。安尼会使来袂使？咱台湾的主权由台湾人民来决定，会使来袂使？袂使哩嘛？啊，但是无讲哦清楚啊，爱先讲哦清楚，因遐年轻人唔才会知啊。啊，你无画出来吼，真正开始唔知啊，有诶去用招咧，去用。讲嚟讲好，大家来投票哦，啊来啊自决哦，来公投哦。我迄个时阵，感觉讲，阿扁啊做总统的时候，要公投，美国讲啥？袂使哩。我阵也感觉足奇怪，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。等于是领导国家嘛，世界啊领导民主的国家的头头啊，那咱要来公道，人民要来自决，讲袂使哩。我怎来想无呢？因为咱迄阵无读到啊国际法、政治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咱无去了解遮个啦，所以足感谢秘书长，伊开出这条路，啊，予咱遮个才去了解讲，是安怎美国不爱予咱自决，啊，伊这个罗氏，伊是安怎讲出来？伊讲恁即马吼，台湾因支持台湾会使自治尔啦。吼、哦、，autonomy 啦，吼、哦，讲予恁自治尔啦。啊，这个自治是啥？因为有诶。那搞不清楚呢，这个什么叫做自治？
吼、哦、啊是安怎讲予咱自治？咱即卖搁讲倒转来吼、哦。啊边啊讲参加联合国，去予联合国推荐，伊呐起码足歹嘞。我都一个国家，啊我要参加联合国，我的条件、人民、土地啊甲实力超过即卖。联合国一百，差不多一百，可能九十几个啦。啊，咱的台湾吼、哦，一定超过差不多，啷啊，一百个以上的啊，各方面的迄个指示啊，啊，要参加，伊敢退件，我互你参加。啊，无讲要来自治，迄、那个美国讲啥？你是麻烦制造者。哦，差不多没噶，伊甲你讲你是麻烦制造者。啊，咱想想的是安怎？啊，咱都以前唔知啊嘛。这块土地都唔是你的，这块土地啊，咱台湾这块土地啊，都唔是住伫遮的人的啦。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呀、啊，啊，日本哪会去摕到这块土地？讲甲午战争啊，大清皇帝战败，把台湾永久割让给啊日本天皇，啊，日本天皇就有什么？这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嘛，这点大家还会记得哦。咱战争法里面有两个铁则，就是说有两个重要的原则。第一，就是说战争修台吼，不能安怎移转主权嘛，就是说你用战争，那人家问说啊，为什么那个日本跟啊当时满清打仗啊，为什么把台湾转来给日本？大家唔知有诶这个疑问无？为什么今麦讲吼？以啊战争法讲，迄、那个有做啥？讲战争啊，不能啊移转主权。这点大家爱注意讲，当时因为台湾不是迄个满清政府的啊国土啦，因为当时候台湾是殖民地啦。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？台湾那个时候是满清的殖民地哦，因为同一个案子，甲午战争同一个案子内底有一个马关条约内底有一个辽东半岛啊，迄阵啊，哪要挂号什么人？日本呢？四个国家出来反对，到尾来才签一个啥辽南迄个叫做啊条约呢。所以这大家一定爱知啊吼，有个人吼，咱要去甲人讲，有个人家己都阿咧哦哦叫，伊讲战争输啊，啊就挂号就挂号，啊因即马讲因战赢。讲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中国战赢，哦啊战赢啊，当然日本战败去，啊你即马遮爱国兴话，拢有诶会甲你讲遮个问题，啊伊就无了解国际化甲战争化的情形，啊个咱诶战争化个有一点就是，流亡不能安怎就地合法，所以因咧合法的话。要去选，要去啊成立一个中华民国的话，
中华民国的土地还有金门马祖啦，啊，你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哦，啊，国讲到转来，科批咧算的是连战化工啥？科批是啥物？黄敏嘛吼，啊，郝柏村啊化啥？科批是黄敏嘛？安尼好，大家思考看卖，大家用头脑哈思考看卖。下面一句话要怎么接下去？大家想想看哈，因为连战、郝柏村都说柯P是黄民，下面那一句话，伊唔敢画出来啊。咱想，迄个应该接什么落去？对的。我们同心真的是，也很清楚了。我们读过啊，詹振华啊，现在已经慢慢清楚了。就是安怎，我咧选流亡政府的首都啊，您这个不是流亡政府的人民啊，来咧选我的首都。诶，市长，啊，你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啊，无，伊画黄敏是咧画虾米？啊，你大家唔知清楚无？伊讲你是黄敏，而我们要选流亡政府首都的市长，啊，你要来选虾米？连战讲。陈水扁是窃国呢，偷摕来呢。啊，伊讲陈水扁也是黄民，你怎么可以来去选啊流亡政府的总统？啊，去思考安尼就好啊，大家去思考安尼。啊，伊下面那一句他都不敢讲下来。啊，因为都把我们一直在骗了，他不讲真正的历史，所以刻纲为条，是安怎买个正式的历史告诉我们住在这边的人民？啊，那知道了以后。他们就要走路了，就是我们去告美国，美国要有这个责任，你叫他进来，你还要叫他出去，啊，不然他在这里又骗下去。四月一号是怎么来的？咱迄阵啊，唔知讲四月一号是安怎来的，讲啊，四月一号就是愚人节啦。啊，甲咱灌输讲哦，四月一号会使骗人的啦，迄天无代志啦。哎呀，一个国家啊，来教咱这个骗的，我来咧迄阵啊，无咧少唔知。哦，原早咱去了解讲，咱的啊，这个啊，战争化。啊，跟国际化、战争化在了解讲哦，人家日本啊，要啊来统治台湾的时候，他是都按照世界的啊公约了，就是依照国际化，都是一步一步的啊，那么就是皇民。化以后，在四月一号是他们的会计年度的时候，才跟你宣布那一天开始，把它归纳为我们变成日本的啊臣民。那是
讲一个较简单的吼，咱讲一个即较谈，伊即要规划，那是伊个以前是殖民地嘛，不是他固有的领土嘛，所以他要按照啊这些程序啊来教育当地的人民啊，知道他们的文字、他们的语言、习惯、生活，把它教导以后啊，看大家有没有啊问题了啊？没有问题了啊，到这个时间过来以后来公告，你们愿意归属的来归属啊，不愿意归属的，那你就可以啊不要归属啊，类似这类方式，按照啊这个程序啊，可讲较简单讲，你要去外国提一个，迄个叫做啊。国籍去美国就好，一定要签过什么绿卡嘛，先提绿卡嘛，居留权嘛，啊，然后才取得怎么样公民嘛，类似安尼，拢要有一个程序啊。你这个咱啊，那是按照类似这个程序啊，日本都要4月1号，他宣布实施明治宪法。啊，实施明治宪法以后，就才从台湾里面选3个参议员去参加国会，啊，选5个众议员去参加他们东京的国会，打战牺牲的，弄一个牌位放在东京的靖国神社。战死的，为国家战死的，就是放在东京的靖国神社。这是安怎？日本都有按照国际法一步这个程序来做啊。咱这里，甲咱讲，即马讲到这吼，4月1号大家知影嘛？伊甲你讲愚人节啦，这。伊唔敢讲诶，拢话拢讲一半啦，中国人拢讲一半。伊讲啊，4月1号是愚人节，伊个迄个落迄个唔敢讲，伊迄个4月1号就是讲，因为日本天皇伫遮实施明治宪法啦，唔敢讲来讲啊，迄伊迄骗诶啦。过来说咧，讲12月。不，10月25号，10月25号是啥物？我讲光复节了，还迄话骗很大。迄个是接收典礼，挂出来的四面的国旗，挂出来四面国旗，拢是哦，加连白啦，啊，苏联啦，英国啦，美国啦。挂四面，啊，讲光复节，啊，即马都无光复节啊嘛，哦，啊，类似安尼，大家都足清楚，吼、哦，即种有法都看出来。即马伊甲咱讲，创这个光复节，讲你们回归祖国啦。啊，你们这些啊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啊，有的讲啊回归祖国啊，大家玩足欢喜啊，因遐来，咱啊看袂使哩，咱就来甲建议。所以讲，有的看来讲，哇，因遐要做啥？遐要做接收人员来啊，来遮乌白来，甲日本时代时都无同款。啊，大家心内就不满嘛，啊，不满就啥？啊，来个抗议啊，啊，来个啊，去个建议啊，去个啊，等于是游行啊。啊，伊看到啥？你知影？伊讲你是我们的敌人嘞，因为你是。那个叫做黄民呢，黄民是跟我们一起打战的呢。
咱咧咱烧台的呢，啊，咱甲讲啊，我啊，他讲伊个他们本身的心里面，你是皇民啊，嗯、啊，你是战败国的子民啊，你要接受战胜国的命令，这点足重要。啊，咱迄阵唔知啊，看遐有诶知识较悬诶，拢读大学诶啊，啊去日本读册。邓阿遐台讲哦，回归祖国台就欢喜个。啊，来讲啊，爱讲发现着讲，因家拢乌白厝，啊，无咱来联合来抗议。好啦，去抗议啊！入去政府机关，而且无多好邓阿，人阿才失踪去啊！2228事件。228的事件是安怎发生的？啊，若检讨起来，迄我的看法是讲，咱迄阵啊，都去互骗去啊，讲回归祖国啦，吼、哦，回归祖国的怀抱啦，啊，大家都去抗议啦。提意见啊，游行啊，啊，因的心态嘞，你是战败国的子民，你要乖乖的听话，不听话，机关枪架起来跟你扫射，世界各国都没有228事件都没有抗议。世界各国人的看法是啥？啊，你台湾人民，你要战败国的子民，你一定要接受命令啊，接受他们的指挥啊！你们出来要抗议，要游行啊！当然，人家跟你屠杀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起来，咱去检讨这点就好，大家去想这点就好。这是我感觉的解说啦。为什么他主要要骗你这些高等知识分子、有受过教育的这些人，把你消灭？所以有影，那秘书长讲的，阮老母那讲，囡仔有耳。无嘴啦，爱有耳啦，无嘴啊，袂使讲话的啦。你若讲话，连咪都无看到啦，唔知走去倒去啦，唔知失踪去啊。啊，这是安怎？这都足清楚啊，但是到即马可能遐个台独大佬啊，可能拢袂用这个。方式来解释啊！我因为咱有受到战争法啊，有了解啊国际法啊，加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咱足清楚啊。咱是战败国的子民，一定要接受命令啊！你不接受命令。啊，当然，他跟你啊，机关枪夹车给你扫，啊，迄你都无法度啊。啊，唔啊，世界上遐侪国家拢无出来出声，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吼，为什么会这个情形出来？啊？即嘛，安尼大家足清楚啊，吼！因为现在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我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占台湾是我占领的啦，我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因为两粒原子弹牵了日本导航，啊，我来占领台湾，啊，我无家己入来。叫啊，迄、那个
蒋介石来代理，是安尼尔嘛？好啊，即马因家因有诶拢无要接受，有要无要讲遮啦。伊就咪讲，台湾已经交予流亡政府啊啦，因诶思想啊，拢是安尼方法啦。啊，咱即马要过来了解吼，什么叫做要台湾自治？啊，台大一个经济系教授啊，拄啊有一个机会啊，斗阵食饭啦。啊，伊才问我讲：“张教授啊，您即马？”伊知影我伫台湾民政府讲，您知嘛？啊，美国发表讲自治，啊，到底是要安怎自治？啊，我就甲讲，哪家加拿大？加拿大，伊是英国啊。迄个做邦联来的，伊那是因为效忠英皇，啊，给他们自治。还有澳洲、哦、澳大利亚、纽西兰，哦，这拢是啥？人家也是都是效忠。英皇给他们自治，同样啦，我们后来就变成什么？我们效忠啊，日本天啊，他给我们啊自治，这就是这样啊。你回去人家问到这个，你就按照这个来说，这样就换很清楚、哦、这个这样就很清楚。咱过来，这就是金普聪啊，在美国自治代表嘛，待两年回来，甲马英九安尼讲，这也毋是我讲的吼，这拢有十天，吼、哦、啊，到有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作者伫这个广场安尼讲，吼、哦，讲金普聪甲迄个马英九讲大船离港啦，啊，前面叫做大船离港。我细汉的时，拢会话讲，哎、欸，大船离港，啊，大船离港拢啥？拢美国载牛奶粉来啊，美国载米粉来甲援助啊，迄阵啊。嗯，啊，即卖讲号做啥？讲离港啦，讲出港啊啦。这就表示讲，因就准备要走啊嘛。啊，事实上，他们高层的人，拢足清楚。我看这卖讲好啦，啊，咱这也了解吼。希拉里吼，伊实在对中共啊。有做研究啦，伊迄个发表讲，有一篇伫这网络上的文章吼，大家会使去找吼。伊讲二十年后啦，中国啊，会过较落后啦。伊安那安尼讲，伊内底有几个例子啊？伊讲因遐高官的儿子。全部都是移民啦，高官遐囝啦，90%啦，拢移民啦。因遐高哎，迄个有钱的企业家的儿子，也80%拢移民啦。所以，伊认为这个国家
欸，我想想的，跟咱较早，我家己迄个时阵，搁较早一丝啊。因的第二代，遐将军遐个囝，啊，遐个做部长遐个囝，拢啊去留学。一提的等于是准备移民嘛。你看单行因囝开放高中会使留学去啊，迄阵也袂使啊，做兵做了，你才去留学。啊，迄年拄啊，迄个陈立安啊，免做兵伊就去美国读册啊，啊，这也事实啊。遐个高官、遐个囝、将军啊，敢有诶有做兵？啊，这就是实际上咱免做兵诶。秘书长唔晓讲要甲因算，要甲因算一下，即个咱爱伊爱甲咱赔偿。我是战败国的人，叫我们去当你的兵，效忠你。原来你是我的敌人，现在叫我效忠你，哪有这个代志？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啊。所以来上这个课，安尼大家等于有清楚啊无？真正那无来上课吼，真正唔知啊。人安怎甲你讲，你也安怎听。啊，即马咱就会使跟沟通啊，无要紧。咱一律100%正确。咱伫遮无代志，啊无。咱遐侪人伫遮，啊，伫遮咧上课，咱这拢是世界传播呢。咱伫遮咧世界各国，那咱的本土台湾人拢会看这个节目。我那有捌去接到巴西的动心嘛？下面啊，用我，伊咩啊来？哦，类似安尼啦，因有诶有拢咧看，毋是无咧看啊。因为我阁直接宣布，那是国外来的年轻人，高级班结业的时候。我拢私人的，迄私人的，家己送一个咱的徽章予伊啦。我还送袂少个啊，吼、哦！那有即款的身份的人，你伫国外等来受训，初级班、高级班，啊，年轻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差不多啊，30岁以内，吼、哦，啊。我拢会送一个徽章予你，因为这就是希望啊，迄个海外本土台湾人要了解咱后摆咱的政府要安怎去做，吼、哦，为百姓设想，啊，那鼓励因倒来参与啦。我阁讲到这個。一个为南非回来的20几岁啊，21、22岁的女童星啊，上高级班了后的时，我甲送一个徽章给伊，甲问讲安怎呢？讲因老爸叫伊来读的啦，伊直接读了。
伊要阁去日本一年啦，要因为伊是伫南非的大学甲日本的大学交换学生一年啦。我足成功啊！那安尼，我咧想，因老爸我有听这个课，啊，是不是？我以前早期我买迄个叫啥《新台湾论》吼，最少吼、哦，我几十本我带去南非去呢，我去遐那去送人呢，说不定因老爸我去送伊。新台湾论，伊看看讲，这都确实的。啊，个咧看节目，鼓励因查某囝来读册，读了，个要去读日文啦。哦，你看，你培养伊第二代呢，咱后摆一定是日文、英文是咱的母语哦，后摆咱的国家语言哦，好、哦。啊，当然还有华文嘛，吼！啊，华文是要安怎改？吼、哦，有诶，讲要过来加一寡，用罗马，用咱闽南语，咱即马讲诶话啦，吼！啊，用罗马拼音也无一定啦，吼！啊，这是以后诶代志，吼、哦！啊，要甲大家强调，你若有少年诶。加强这两个语文，日文加啥？加英文，这必然的。第一个英文是现在世界语言嘛？你去个带，我都去个带啊！我英文跟你讲，我用当地语言不一定大家通啦。我英文跟你讲啊，语言有法度了解。好啊，所以讲必须咱后摆的条件吼。是爱加强日文加英文，哦，啊，我举这个例子啦，吼，啊，鼓励啦，吼，鼓励，鼓励，叫做啊，那有迄个囡仔，吼，啊，后孙仔，吼，啊，鼓励把这个两个语文读个好，啊，拜咱台湾啊。民政府执政以后，咱的这国家的竞争力我会提高，哦，这就是咱的足大的希望哈。啊，咱介于我有小可渊源啦，安怎讲渊源呢？这是迄阵啊，美国甲咱讲，讲日本政界哈，日本的政界。跟你们靠关系什么啦？啊，咱推荐两个啦，一个是比较老，哦啊，一个是啊，就是安倍晋三。啊，搞不啊，美国选安倍晋三，美国拢咧甲斗啥工呢？我讲足简单一个例，予大家听就好。那美国咧甲斗啥工？台币的升值贬值，美国有甲咱干涉啊无？大家会记哩无？咱把台币升值到偌济？25块呢？唔知大家有这个观念啊无？我的印象中升值到25块呢。迄是美国伫逼你，逼你讲你爱升值，你爱升值，啊无法度，啊才升值。日票是安怎直直啦？啊，美国奈无出来干涉，主要是要帮助啥？帮助这个要对日本的。因内地经济骨好，所以滴滴贬值拢无出来干涉。迄阵啊，秘书长啊，知影讲，足早就知影讲，日票最少贬值到
一百，啊，即阵国家变卡落来，国家变质，以便好国内的经济繁荣，那他就会站得住，啊，他也会有财源来到沙冈南海的事情。这种有这些因素在的，所以美国没有跟他干预，伊还要在那边。所以世界各国啊，不是只说那个武力战争，那有当时啊经济战争，那是很厉害的。啊，当然，咱要搁甲介绍一个讲，伊我照这个破例的，迄阵啊，伊要甲这个自卫权啊解禁，我讲这个自卫权是不对的啦，那个是啊以前那个啊这个麦克阿瑟甲定落，予伊干那挨打啦。不要日本扩充这个军队啊，所以人家打你，你才可以自卫反抗而已啊，你不能去出去打人家啊，所以他认为这样是不行的啊，所以要把他解禁啊。他的众议员啊，国会啊，啊，他的国会啊，众议会啊，70%的众议员反对啊，你反对没有关系，我用政治命令，那时候他用政治的手段啊，用行政命令啊，跟他改变说要解除这个啊自卫权。后来这样也不行啊，他就把众议院解散顶算了。人家吼，假讲咱家拢是众议员啦，啊，大家亚洲的70%拢反对。伊讲安尼，咱的日本会阁起战争，大家不爱战争啊，安尼好，咱家拢解散，阁去选一批人，选一批这个啊众议员例外，阁投票通过。80%，要到90%，大家拢支持。所以日本依照这个能力，甲美国到协助这个军事东亚、东南亚、东亚这个地方的军事甲到三江。啊，这乃是美国。诶，必须伊爱安尼做，啊无美国经济也足歹咧，无讲真好啊。吼、哦，类似，互大家会了解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那台湾吼、哦，有这个情形吼、哦。啊，这大家知影嘛吼、哦，这已经疏开嘛，啊，就你无紧搬，人啊来讲啊恁。美国一个宣布讲，流亡政府啊，他们派来的啊，已经要结束了。啊，结束的话，以这个总统府都要让出来啊。啊，以国防部的总统府来的啊，啊，干脆先刷出来开哦。啊，这么搬一台大主了，搬一台的去。大家吼、哦，我照福气啦，看到这张吼、哦，我只甲你讲，大家照福气，安怎大家照福气？伊啊，头拄啊，迄个啦，罗氏啦，这话这个罗氏吼，赶快吼、哦，祝你国务卿罗氏，安怎讲呢？啊，讲2015年是台湾正啊重要的政治年。爱有一个解决啦，
啊，我讲大家哪有这个福气？恁应该是，恁大家来来读册，啊，台国啊，国去班上了，啊，国去啊，迄、那个做训练，啊，训练了后有过五关，我都还要执证啊！啊，恁实在足时间足下嘞，啊，阮变足久安尼。真正，我是第几个啦？第几个学员？啊，那第几个讲师啦？啊，谢谢哦。啊，但是，咱希望讲愈早愈好，吼、哦、啊，卖个拖落来，咱足惊嘞，足惊，美国个拖啊，那照安尼看吼。哦以这个的关东亚，伊都安尼讲啊嘛。2015年，吼、哦，啊是台湾重要的政治人，啊这那不是我来讲，吼、哦、啊这，我哪会拢要提这个给大家看呢？因为我本身是教授啊，教授讲的话，袂使胡白讲呢。咱我。爱惜自己的羽毛呢，袂有诶讲啊！这个教授诶，讲甲嘴甲全破了了，啊，无影无一只，啊，无影无一只，毋是我讲诶，啊，这伊讲诶，大家来找伊算账啊！哦，啊，但是我必须要找些资料，互恁大家知，因为后时间后人物吼爱、哦、发表吼、哦，这是《自由时报》。报道的哈，啊，因为回来了啊，做国安局的啊秘书长，啊，到尾安怎，做无头到半年外，伊就讲伊要辞职啦，讲伊身体无好啊啦，啊就。都辞职啦！啊，这是啥？这吼、哦，唔是那，这拢唔是我咧讲的啦。这拢新闻讲的，甲立法院讲的吼、哦。伊讲在安排啥？迄、那个马英九的救生艇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伊甲阿扁啊，你看对阿扁安怎？甲。等于是说，关遐久啊嘛吼，啊最近讲伊话差不多啊啦，伊想讲伊啊预备伊啊，哦，有人较过啊，即摆拢伫换伊来滴，伊来先讲，那总统下来那个时候，一个小时以后讲，哎、欸，啊袂使互伊出境啊啦，啊伊就去先去规划去安排啊，看要安怎造成讲个好，款式。哎，我结交典礼都先落跑嘞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也赶快吼，过来。这拢台湾近代史啦，现代。台湾现代史，这看这个时间哈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这个时间，2015年3月6号，伊什么时阵总统府国家请总统执政？什么时阵？3月6号报出来，就是3月5号出国嘛。3月4号，3月4号，总统府发布聘啊江宜桦为总统执政，明天叫你去美国了。安尼大家你知道清楚哦，啊？哦，这是在阿伯冲下，
大家去思考。咱去想咱，咱什么时阵？咱是啊，2015年2月28号，搁去甲告什么人？告美国，搁告啥？流亡政府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因告法院法，啊，咱的外交部长讲了，看到了后。拆开看看，甲讲自首有啊无？秘书长咧讲啊，咱个外交部长啊自首啊自首啊，因内底吼看了 copy 一个讲，哎呦，啊那台湾民政府咧甲咱过啊，咱无紧去啊去，叫一个人赶紧去处理咩那会使哩？啊要叫什么人去？啊要叫什么人去？啊，叫这个去啊！好、哦，你看3月7日发表，3月7日赶紧去哦。伊要因为伊是下令用迄、那个用等于是暴力啊，把这些学生啊。驱除比这个行政院的时啊，当时候伊是行政院院长，行政院长才下来呢。下来以后，讲要登去台大啦，台大遐学生囡仔唔肯啦，是安那唔肯？学校的聘用啊，一般是安尼啦吼，现在大部分拢发聘书拢发2年啦。教授吼，第一届一年啦，吼新聘的拢一年啦，啊，到尾第二摆咧，过来聘2年啦，啊，你借调啊，我要调到政府单位可以，因为借调啊，通常是3年期限，就是讲你那是聘书，你即马咧做教授，啊，人即马要叫你去。公务机关会使哩，你会使是一年，因为3年嘛，啊，伊个聘书是2年，啊，还接下来的聘书还在2年嘛。伊那无爱去公务机关啊，你都爱搁转去啊，从迄、那个咱一个内政部部长啊。伊上头那，搁转去台大去啊！我迄个叫做，哎呀，咱迄个内政部的部长吼，伊到尾全搁转去台大。啊，伊迄是顺理成章吼，不要重聘啊！你那新聘啊，都必须要在。系教评会啊，院教评会、校教评会通过啊，因为他是连续的聘，哦，他到期了，你若不爱做公务人，到公务人员到期了啊，我要回到学校。我一个学生啊，伊是台大的教授，伊那是经管会聘他去啊，他时间到了，他。不去做公务人员，他又回到学校。啊，回到学校的话他又现在是当啊所长、系主任。啊，所以这种没有重聘啊的问题。你那连珠断掉了，从江宜桦要登去台大的时啊，遐学生一样，不爱，伊爱系内底吼，爱个由系里面开系教评会啊。啊，系教评会遐学生伊拉反对，啊，所以遐系老师来讲啊，反对吼，哎，无转去啊，啊，无转去是失业呢，啊，当然，迄阵啊，因老爸身体唔好啦，啊，咧顾因老爸啦，啊，那讲啊，安尼老有效吼，啊，都咧顾因老爸，啊，顾因老爸都好好，第二天讲要过啊，
三月啊，七时甲请了，讲叫伊个随出国去啦。因老爸却顾袂着呢。啊，真正因老爸顾袂着，啊，出去无外久，讲因老爸过身也过转来啊。啊，这哪事实啦？咱过来看，什么人去甲送机啊？什么人甲伊斗阵去机场啦？你看卖，什么人？王祖金啦、啊、吼，啊那会遐奇怪吼、哦，伊要出国，啊要过期过关，啊都爱带一个警察头子在旁边，才不会被刁难哦。啊是到底是安怎？大家去思考啦，吼、哦、这大家去想象空间吼。哦是不是卡巴拉里面有怕炸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怕说要出关的那些官员啊，他说、来江院长，你那个皮包打来看一看好不好？啊，不然去带这个有做什么诶，警察头子，诶，去到遐，迄拢伊个部下，看到伊来，啊，都咧惊咧啊，伊敢会敢讲？诶，卡巴得来看卖咧。吼、哦，大家去思考啊、哦，这个问题。吼、哦，你看拢遐安排遐拄啊好吼、哦。来，过来看这个，看时间吼、哦。咱三月十二，咱的创啥？啊！大家知影咱三月十二咧创啥？伫美国在啊。我们在华盛顿 DC 嘛，吼啊啊，因家拢是啥？拢是外交委员会呢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这主席呢，我感觉这甲这出国去有关联啊无？我感觉这拢有关联，啊，去一定去啊，去带一，卖予因来参加嘛，卖予因来听咱的，伊这若照讲，咱去啊发表，因这的人拢会去听嘛，啊，调工，带一堆啊，走来台湾啊。走来台湾，吼、哦，不爱去听咱的记者招待会啊，伫华盛顿 DC 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都因拢爱啊，当然这个就是这个情形啊，啊，这个报道有看到的人举手这里。美国国会这议员啊，足兴趣的，因不爱去听咱的记者招待会，伊去参要来遮问讲，柯P，你安怎选？你选去安怎选赢的策略啦？啊，柯P甲回答讲啥？要游得比鲨鱼。更快，应该大家足清楚啊嘛吼。咱若伫水底受伤，咱的血液一定流出来嘛。鲨鱼闻到血的味啊，好啊，就活来啊嘛。啊，可比
要选举的时候，有给人动工了没有？啊 ，MG149，这时代吼，我要直接讲吼，这时代用专业人士，全国总工会的理事长罗斯雷会计啊，全国总工会的理事长罗斯雷，你用专业的又最高的理事长讲出来，人家啊跟你的专业相关说有问题，等于什么？等于最高法院的法官说啊你这个犯罪。哎，我们这样想嘛，因为他是罗斯雷是什么，我们不要把立委的身份，因为立委不一定具备专业了，他是会计师联啊全国总工会的理事长，是不是等于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嘛？他是看账的嘛？说柯P，你的账有问题，是不是被捅一刀？所以柯P真的是天佑台湾啊，很聪明，把他的账全部都贴出来，赶快贴出来。到现在罗斯雷还没有向台应当要向台湾全国会计师道歉，您带的全国总工会的啊全联会的理事长的帽子，你的专业有问题，要不然你为什么说柯P MG149有问题？要向会计师道歉，最起码，要不然你就下台。你拿专业人士的等于是权威啦，啊，来指责人家有舞弊，啊，到时来人家都推出来，真的他游的比鲨鱼还要快，啊。罗斯雷怎么样？没有事。这个是一个专业人士的做法吗？用专业的力量来抹黑人家，这个跟那个宇昌案啊，刘亦儒偷改公文书。应当还没有判吧，啊，但是啊小英都输掉了，这个大家这样讲大家清楚吗？都是用专业，刘亦儒也是一个专业哦，他是财经这方面的专业人，这个就是国民党都用抹黑的政策，拿专业来抹杀专业人格。我要告诉大家，专业人士他们都有一个怎么样职业道德规范准则，照讲罗斯雷你就违背了专业人士的职业道德规范，应当要辞掉会计师。你是会计师啊，啊，你自己把人家这个啊 MG149 弄不清楚，啊，你违背你的准则，啊，你就要辞掉了。
要不然什么叫做职业道德规范？在审计学里面特别强调职业道德规范，所以要讲的话哦，柯P还运气还不错，这个捅一刀没有死嘛，再来捅一刀，说他在卖器官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也是蛮严重的，真是天佑台湾啊！好在啊，他去指责说啊，某一本书的作者啊，也写到了。啊，那个作者又是在美国出了一本书，啊，谁去会去看到说柯P说啊在卖器官呢？啊，他指责他，啊，后来怎么办？后来真是天佑台湾，那个纽约那边的本土台湾人啊。差不多发生两天啊，就把中文版的翻好了，送来给柯P。啊，然后柯P他们又他们的律师团写一张信给啊这个作者又出一个证明，说柯P真的对医学界也有贡献，他不再卖器官。那这样的话就怎么样？又没有被捅死啊，他游得更快啊！大家去想，如果像是我们的话，哪有可能他们会造这个假啊？他柯P会这么快的把人家捅一刀的，赶快把他透明公开出来，说不定如果普通的人你去找那一本书，他找了几天说不定找不到，也不一定啊，怎么还可以去翻成啊我们这个华文啊出来啊？他们的律师团又去要一张这个作者说他这一本书根本就没有写这些，说柯P在卖器官，真的是，所以我们因为柯P的理念跟我们很相近呐，我们也是以后我们执政的时候也要跟他多学习模仿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，当然，啊，这些我们想给大家看看时间上的因素哈。刚刚，啊，就是美国啊国安官员呐、啊。啊的啊主席啊，那个啊麦艾文他所强调的，因为在这边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初级班学业，蔡英文上届要选总统的时候到美国去，美国送什么给他？美国国旗嘛，哈。你们来参加了，你们也是美国送一个国旗给你们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一定看恁家里会兴奋看啊，对啊，你。哎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了，因为大家去联想这个逻辑就好了哈、哦。蔡英文他想当啊
流亡政府的总统，因为这个是美国占领的地区，你要想当总统，好了，先要送一面欢迎你啊，大家想要来当啊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也是美国单位的官员嘛，那美国也先送一面国旗给你们，那是不是这个也是大家的福气，也跟蔡英文一样嘛，都有国旗嘛。你要碰到蔡英文说，哎，你也有国旗，我也有国旗啊，对不对？赶快嘛，这个就是说，大家今天开始有福气，这个是个啊，因为刚刚这个啊，这个也就是罗氏所说的，蔡英文是在酸什么？酸中华民国的总统嘛，不是台湾总统哦，这个就差很多了。因为台湾的总统啊，并不是自治的那个总统啊，因为大家拿这个身份证，有没有还没有办身份证的，请举手一下。啊，那赶快要去办哦！好，谢谢。因为为什么讲赶快去办？因为你们没有身份证，你们不可以选台湾总统嘛，不能选台湾的领袖嘛，领导人嘛。啊，所以要有这个身份证的人才可以哦。为什么阿扁说要来注明注解？住在这边的人民来自决，美国说不行，就是这样。里面有两种人，大家如果能够拿这一张，都是 TW 的，那你就可以来选台湾的总统。啊，如果你是拿流亡政府这一张啊，你不能选台湾总统啊，你可以去选流亡政府的啊总统啊。啊，可能有讲师也有告诉你嘛，是不是有的啊？大家有那个流亡政府的身份证拿出来。来看看那个记号，有讲师有跟你们讲了吗？那大家都清楚了，就是你反过来后面母亲那一栏上面的地方有一些号码，因为你啊都有在那边做记号，他们高层的一看就了解你是本省人，本土台湾人，或是他们跟他们一起过来的，都有记号了哈。啊，这位政治人物大家都认识了，把这个印象记起来哈。这个叫岸信夫啊，岸信夫啊是安倍晋三的胞弟，很年轻啊，哦，很年轻啊，大家啊这几个啊把它记下来哈、哦、如果高级班通过了，高级班通过了啊，如果大家今年要去啊，靖国神社啊，要去跟啊天皇祝寿的话啦，那说不定他们
都会来看我们的，哦，也不一定啊，啊，所以都啊记下来哈，哦，这些人哈。哦大家都有没有看到《苹果日报》的这一份的报纸？有没有报纸哦？不是我们印出来的那些刊登的报纸啦，原版的啦。啊，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哦。苹果日报在差不多应当在四年前啊就来了。有一天啊，我们刚好也是礼拜天他们来了，我的印象上是礼拜天啊，啊，同学上课都回去了，他就是有一位记者啊说要来访问秘书长，进来了。进来他说他是苹果日报的啊，是政治，他们有政治组啦，一组一组，哦，什么组，什么经济的啦，政治和社会新闻，他是政治的啦，他说政治组派来的记者。当时我也在场啊，啊，秘书长就跟他谈了，说：“哦，你是政治记者，你要来跟我们访问，你要问什么？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嘛，所以秘书长也没有跟他访问，他就是也很好跟他请来坐，他就准备一套差不多一个袋子哈。”那个纸袋哈，差不多我记得印象六七本呐，啊，哦，有原文的，哦，那个也有我们《新台湾论》，哦，都有送给他。他说：“请你这个带回去，先看一看，了解了你再来还问我，要不然你现在要问，你也不清楚我们在讲些什么嘛。”啊，你把我的著作，秘书长说我这个我的作品著作你带回去研究完了以后，哎，五月三号他们报道前啊，应当事先啊就来跟我们联络了，他说他要来访问我们。三四年前他已经可能那几本都看完了啦，也差不多摸到差不多清楚了，所以他们就很正式事先打电话啊，我们也欢迎啊，我们就安排在圆桌上啊，这些啊我们的年轻的重要的干部在那边。我们也很感谢他，当时我出来的时候啊，秘书长说他登出来这些前版呢，我跟他讲说这样最少啊，如果我们要登刊的话啦，起码要120万以上，最少啊，我的感觉上他是 A2 呢，就是 A1 是正版，翻过来这是 A2 前版呢，没有其他的呢啊啊，大家就可以，他报道也很好了，因为把我们的知名度了又曝光了一次，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标题啊，台湾啊，民政府，这个湖啊，
唬四万人啊，他这个就我们去办身份证就对了，有四万人去办身份证。啊，很少有这个报纸跟我们前版做广告的，免费的，我们感谢他。虽然并不很理想，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样报的话了，那可能以后啊，流亡政府会跟他停刊的。因为，大家是不是看了这个报纸才来上课的？有没有？应当都是亲戚朋友介绍嘛，哈，大部分嘛，哈，那现在啦，我要再强调这个，要给大家也知道一下好了哈。这个是最近啊，我们罗氏说2015年是台湾的重要政治年，我们可以看一看，可以看一看这个报道。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啊，台美军事合作啊重地，这个报纸给大家看了、我要补充一个小故事。当时候我们去告美国的时候，高等法院判决了后，那叫我们去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，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训练4000人，办身份证41万张。我想一想哦，这个都有它的道理的。我们再来讲，又告诉我们和平转移啊，和平转移，好、无缝接轨。为什么会讲这样？他说军队啊，要我们美军来处理，警察单位由黑熊来管理，等于是他又受一个黑熊，黑熊也是美国的一个啊部队哦。他说，因为我们台湾的黑熊跟其他的黑熊不一样，大家知道吗？台湾的黑熊一打开，这边有一个什么 V， 就是胜利嘛，哈。他说用这个黑熊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警察单位由你们来处理，啊，军队由他们来处理。他讲的话，这个就是在兑现嘛。大家看这个哈、这个就是美国告诉我们的，都一一的在兑现啊。等于他在收编呐、收编呐、这报纸不敢这样写了，这样写的话就收编了流亡政府的军队嘛。啊，像这些
啊，大家来看啊。那个我们6010里的跟25的那个战斗营啊，啊，他们就是说结盟呐、啊，啊，那结盟的话就是在怎么样收编嘛。美方主动，他们主动哦。6010就啊，6010出了很多的事嘛，对不对？阿帕奇事件嘛，哈，啊，这个是哦，25战斗航空营结盟，啊，就是所谓结盟，我不客气就收编了。都在兑现嘛。当然这个就是违背啊国际法嘛。啊，公海你可以去填地啊，然后不是原我所想假设公海可以有人去填地啊，说后来说你这个公海的这一块地就是啊他们的啊，以后划25个海里的地方那都是我的海域，有没有可这样合乎国际法吗？也不符合嘛。啊，又是那个地方是台湾的嘛，南海是台湾的啊管辖啊，怎么会是他们的？我类似这个，所以说这个问题。啊，大家再看看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就什么呀？刚刚他告诉秘书长的啊，美国单位告诉秘书长，告啊秘书长告诉我们的，也都在兑现啊，哦。你看美指啊指挥官交接我们的总长，所谓总长是什么？管三军的嘛，头头嘛，对不对？出席啊 AIT 自己把这一张照片啊丢出来给本土台湾人啊，也丢出来给我们台湾的人民，怎样这里了？要跟台湾人民说，我们因为美国的指挥官交接了啦，啊，你来代表我们管辖的军队的头头啦，也要来出席啦。啊，这一张照片啊，大家都不知道啦。啊 ，AIT 把它丢出来啦，和咱家的老百姓知道啦。安尼什么意思？大家想看卖？安尼什么意思？啊？大家去想嘛，那讲人家讲，可比讲用卡达乌像哪知啊？安尼是不是美国一直在兑现？跟我们讲的一直在兑现呢、啊？他说军队我们来处理，啊，警察。所以这些、啊、都是很你普通人干嘛都去翕这张相啊 AIT 伊讲吼，我讲啊，你哋要做马英九甲美国的关系足好啦，啊，甲丢出来给大家看啦，咁安尼意思。这就是要他跟我们说的，美国都在这里兑现，
他就是在等于每军队方面他们在啊来处理，他们一直在处理了，等于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，他们已经是把这个事情都弄好了啦，你们的三军的头头都到这边来了啊，也搞清楚了，以后就听话就好了。这个啦，大家看哈，因为退役的将领都在中国了，跟他们的将领都是国军啊，共军是中国军啊，哪里会讲一讲，哪里会有共谍案啊？共谍案是什么啊？这里面啊，就是最高法院的院长啊，他说要去问问啊，宣示一下敌我嘛啊，这吼、哦、自己拍写令的公要马英九确认啊，中共是不是敌或是友啊？你不爱那些啊，好人有的人啊看无，伊不爱写较很太较白白个。有人看无讲啊，这无啥啊，实际上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当然咱是初级班嘛吼，啊，咱高级班要有机会，咱才放一挂影片，过予大家较了解。啊，现在啊，要拜托大家两件代志啦。第一，回去啊，一定要介绍少年的来上课，啊，较有专业的。啊，我还感谢咱这期的我少年的，我还不少啦。啊，希望搁较加强的，吼、哦，少年的，因为少年的，伊对台湾民政府的奉献，对台湾人民。未来的奉献更加长的时间嘛，啊，如果我们几年我们就再见去了哦，啊，再来第二点，要再拜托大家去签这个啊身份证，还没办的赶紧办办的啊，你的朋友亲戚你如果没给通知啦，啊，拜啊讲有身份证人会使分到钱啊！啊，你就会乎你个你个朋友骂到要死啊！好康个那唔要到小报啊！哦，所以讲嘿，回去拜托这两件代志好阿妈啊！好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谢谢，咱今日到这结束，好，结束。各位同心，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张议长的演讲。